所谓南海仲裁结果即将出炉，台湾青年发视频解读南海主权，引发大陆网友强烈认同。这样的心声，台当局是否听得见？在从太平岛把两艘百吨级巡逻舰撤回后，台当局今天派出卫星舰巡弋南海。卫星舰三五天的普缺有多大意义？所谓亲美远中，视太平岛为烫手山芋的民进党当局会否将太平岛拱手让人？台湾时事评论员张亚中、王宏威为您深入分析。台风尼伯特重创台东，各界捐款总动员。蔡正元质疑台南市长赖清德捐钱给台东人20万新台币，却给日本人捐2200万，不要脸，引发政治口水。为何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在台风第三天，蔡英文终于前往一线勘灾，但社交媒体刊发照片却不见其正脸，只聚焦受灾民众。这一安排暗藏什么玄机？台湾时事评论员张亚中、王宏威为您深入解析。日本参议院选举，修宪势力获得参议院1/3以上议席，修宪进入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要达到修宪目的，还有几步要走。日本不少选民已经对安倍经济学失去信心，为什么安倍阵营还能获胜？一旦日本突破了和平宪法的限制，会给东北亚乃至更大范围的国际局势投下哪些不稳定的因素？时事评论员吴学兰为您独家解读。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由盼盼视频独家制作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卓，在福州向各位问好。所谓南海仲裁案，明天就将要公布结果了，南海局势是否会走向严重升级备受关注。中国一方面反复声明对仲裁案不接受不参与的态度，表示仲裁案的结果将是一张废纸，另一方面采取一系列外交及舆论行动，与支持仲裁案的美国、日本等外部力量博弈。10号外交部对外宣布，中国在南海岛礁开建5座大型灯塔，4座已经发光，这使得南海海域民用航海保障基础设施的网络已经初步形成。为期3天的宁波中国航海日论坛10号举行开幕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许如清在发布会上称，我国陆续在南沙群岛有关进驻岛礁上开工建设华阳等5座大型多功能灯塔。截至目前，华阳、赤瓜、主力、永暑等4座灯塔已先后建成发光，每基灯塔主体建设也已基本完成，即将投入使用。在南沙相关灯塔的建设呢，应该说从技术上来说，它起到一个引航导航的作用。那么具体这个功能呢，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说，对于这个商船呢，它引航导航的作用更加突出，另外对于在周边去从事这种捕捞的我们中国渔民来说呢，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物质的保障。那么在这个相关岛礁上进行灯塔建设呢，就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之于南海其实是有3重身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是南海的主权，是南海诸岛的主权国，所以呢，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享有主权的领土上展开相应的建设，完全合理合法的，是毋庸置疑的。另外再有一个呢，我们中国是南海最大的沿岸国，所以呢，我们有这个理由也有权利去维护南海的这个和平和稳定，维护南海的航行安全和航行自由。那么在相关区域内的灯塔建设呢，应该说对于这个航行安全的维护具有着突出的作用。那么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我们中国还是负责任的大国，所以呢，我们有这样一种能力去提供这个优质的国际公益服务和国际公共产品，那么以此呢，对周边的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相关的这个国家呢，都能够提供相应的这种服务。明天所谓南海仲裁案就将宣布结果。作为当事方，菲律宾媒体近日经常以显著版面报道仲裁案动态。菲媒9号大多援引非外交部长亚塞8号的讲话称，菲律宾已经准备好在所谓南海仲裁后立即开始与北京直接对话，对话内容甚至覆盖两国联手开发争议地区的天然气和渔场。然而当亚塞9号再次接受采访时，他澄清了此前一天关于分享资源的说法。他强调，在和中国谈判时将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就在菲律宾方面忐忑等待仲裁结果之际，中外舆论战也展开密集交锋。亚洲新闻频道10号称，
南海之争是亚洲地区秩序的新试验场，关键因素仍取决于中美。美国《时代周刊》八号评论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不会尊敬美国，不遵从国际原则的国家并非中国。相反，长久以来，美国才是那个离群异类。毕竟，中国在1996年就认可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美国作为局外人，削弱了其敦促中国尊重全球规则的合法性。英国《每日电讯报》以“仲裁结果使地区不稳定”为题发表评论称，美国决定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及干预利比亚和叙利亚，动摇了整个中东地区。最近，美国怂恿北约在俄罗斯边境附近部署也是鲁莽的。现在，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和派驱逐舰巡逻南海，同样会给亚太地区带来不稳定。对菲律宾而言，最好建议总统杜特尔特在还不算晚的时候撤回南海仲裁案，回到谈判桌。除了美国这个域外国家搅局之外，日本一向跟随美国在南海兴风作浪，即日前胁迫柬埔寨支持其立场外，据报道，本月日本还将借一些国际场合就南海问题渲染中国威胁。日本在这个南海问题上非常积极的一种态度哈，已经非常的明确啊，不管他利用经济手段，还是提供军事援助，或者直接派出他的这个军舰和潜艇啊，到这个南海来访问相关国家，包括在这个舆论上支持美国啊，支持这个对南海仲裁案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舆论的言论的表达。那么很显然，日本在这个南海问题上，从日本的这个国家利益角度来讲，他们认为有更多自己的算计啊算盘，因为中国和日本之间还有这个钓鱼岛的问题啊，所以呢，日本他希望在这个两条战线上啊都给中国出难题。那么在这个整个的国际的舆论方面呢？凸显中国好像在周边海域到处都有问题，而日本呢，只是一个被动的，这个被中国挑衅的一方，他试图在营造这样的一种国际的这种舆论的环境。日本在这个东南亚，也试图用这个经济手段对一些国家进行影响，也是试图拉拢这个在东南亚的国家，一些国家能够积极配合日本的这种这个战略的意图。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吴雪兰女士。我们注意到菲律宾外交部长亚塞八号称，菲律宾已经准备好了要在南海仲裁案之后立即开始和北京直接对话，对话内容甚至覆盖两国联手开发争议地区的天然气和渔场。但是时隔一天呢，亚塞却澄清了前一天关于分享资源的表态，这为什么前后的说法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菲律宾在这个问题上呢，它就是一个骑墙派，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就让我们感觉到啊，菲律宾的外交真的不是非常独立自主。其实它很清楚，在军事和安全方面呢，菲律宾要仰仗的其实还是美国，但是在经济方面，它又非常希望和中国有好的合作，因此在这个南海仲裁案上，它就是拿捏不好到底朝着哪边去。在过去一些年，阿基诺三世跟美国走得非常近，但是美国对于菲律宾的经济没有什么好的帮助，菲律宾的老百姓日子过得非常不好，所以他们知道呢，要想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想经济贸易方面有好的合作，那么一定要寻求北京方面，也就是中国方面的一个帮助。所以他们在南海仲裁案这个即将要出结果的时候，就是经常呈现出一种摇摆，让我们感觉到他内心就是矛盾的，既不要得罪美国，能够在安全问题上得到美国未来的大力的支持，也不要伤害北京，希望最终呢能够跟北京有一个经济好的合作。但是我们北京方面也应该告诉他，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如果说你还是要在一些外交或者说安全方面紧跟美国的话，那么你也不要想从中国这边得到经济方面的红利和好处。好的，谢谢，我们稍后继续连线。所谓南海仲裁案结果即将在明天出炉，一向秉持所谓亲美远中政策的蔡英文当局，由于太平岛问题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10号，一段由台湾青年发布的短视频，经中国青年网官方微博编发之后，就立刻得到了大陆网友们的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转发点赞，表达强烈认同。
在这段名为《台湾悲剧：一次让你看懂南海主权争议》的短视频中，一位台湾青年以讲故事的形式描述了南海问题的始末，不仅条理清晰，而且有理有据。想起不久前马英九登上太平岛喝井水喂杨妹妹摘南瓜，也说要宣示主权，就引来不小风波。当时遭到在野党，也就是现在的执政党批评破坏国际社会和谐，美国爸爸也难得说重话地表示很失望。视频由浅入深地表达出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如果中国大陆失去了南海主权，同样台湾也会失去东沙群岛，因此大陆和台湾应当联起手来共同捍卫中国主权。如果宋朝人发明主权概念，那南海一定在大宋的主权范围内，如果只因主权这个规矩是西方人发明的，就能拿它来说三道四，只因我们对南海的主权，天下有这种道理。短短一个小时内，该条微博阅读量已经超过4万。因为眼下正值所谓南海仲裁案结果即将出炉之际，各界都在关注一向秉持所谓亲美远中政策的民进党当局会对南海抱持怎样的立场。不过就在日前，台海巡部门将南沙太平岛的百吨防护艇撤防，引发外界卖台的批评后，10号下午，台湾一艘2000吨级伟星舰航向太平岛，执行滨海项目南海巡弋任务。伟星舰的这个任务原来7月6号他们就要起航，因为刚好那时候台风已经有这个发布了，所以说就把它延后，等台风过去以后啊，我们是看海象的状况已经平稳了以后，让它再继续执行这个任务。伟星舰上备有20机炮一门、T-75机枪3挺、小艇4艘。续航距离7000公里。台海巡部门强调，出巡是例行任务，但选在所谓南海仲裁12号结果出炉前，格外引发联想。我可以保证，南海巡防的强度绝对不会减弱。南海仲裁的结果并不会影响太平岛的防务的改变喽？当然不会啊，这个我们的对这个太平岛的主权的立场一直是始终不变的。南海仲裁告诉你说太平岛不是岛了，那你觉得对我们？没有影响啊，我们会回应，强烈回应，会强烈回应。那到时候会不会延伸？太平岛是一个岛，这个是应该怎么？应该大家都知道。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海巡部门虽然派遣伟星舰出发航向太平岛执行巡逻任务，但对于何时让护卫舰回到太平岛执行巡逻任务，却只字不提。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清林，时间交给你。今天我们在台北，我们是邀请到的是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台北市议员王宏威女士。宏威姐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台湾大学张亚中教授，教授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这两天一个台湾年轻人制作的短视频啊，得到大陆网友的大家叫做这个怒赞怒转。我今天早上呢也转到我的朋友圈里头，也是好评如潮。张教授，您看到这个视频，你怎么评价？第一个我看完以后必须要讲说，这其实虽然是一个年轻人制作的，但是他其实背后的团队是非常专业的啊。我想他传达了几个信息，第一个呢就是非常清楚的讲清楚整个一个南海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海域。我们知道其实南海问题它其实最重要是一个经济海域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到了1970年代的时候才因为那边有大量的石油和经济的利益才浮出台面。那我觉得第二个呢也提出了一个未来解决的方法，因为必须两岸要共同的合作，大家才能够共同来捍卫整个这个南海的这个所谓的主权。那我觉得还有第三个，其实大家如果稍微有一点细心去察觉的时候，这个在这个影片里面他绝口没有提到两岸是两国，用国的光与相互的称谓，他在避免了所谓让它产生一个错误的联想，变成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纠纷。而这也反映出其实台湾还是有非常多的一群人，他们希望看到了两岸能够在南海问题上能够携手的共同捍卫这个南海的主权，所以我会认为这是值得鼓励的。所以今天我的朋友圈里头评论也说，这个多几个这样头脑清醒的年轻人，台湾就不会这样了，两岸也不会这样了。可是这样的人在台湾往往被看成是这个异类。宏威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几年这个从这个红中秋事件，尤其到了这个太阳花运动之后呢，那大家会看到台湾的年轻人积极的参与所谓的公民运动。那么而这些公民运动里面呢，很多呢它都是在反国民党，也就是你国民党要做的事情我就反对就是了。那这样的一个气焰也好，或者这样的气氛事实上是高涨的。那我想在这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视频，尤其针对像南海争端这么复杂的问题，它有它的历史的因素，还有它的国际的因素，还有两岸因素，这么复杂的一个事件，
他可以用非常简单的一目了然的做一个非常清理的爬书，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那我想这个其中一个是台湾的政治环境，当然还有一个部分，也就是过去长期的在我们的课纲里面，在我们的这个教育里面，那把这个所谓的让台湾的年轻人认为他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好，也就是有一些去中国化，我觉得多多少少也造成只要跟中国有关系的有些年轻人就采取一个排斥，或者是他先质疑，觉得说我们要跟中国站在一起吗？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质疑。我想经过这些事件慢慢的清理跟爬梳，让台湾的年轻人认清楚你自己今天是处于什么样的情势。我发现对于明天要出炉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部分呢，台湾不少的媒体最担心的是蔡英文会就此放弃太平岛的主权，或者是把太平岛呢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呢交给美国。张教授，你怎么看待台湾民众的这种担心？整个一个南海仲裁的判决跟台湾有关系的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太平岛它是不是一个岛还是一个礁哈？那由于这几个月，我相信整个国际媒体，包括马英九先生也不断地上太平岛，包括也邀请了国际媒体到太平岛去看，所以我会认为说太平岛是个岛，是不是个礁？我相信已经不是问题了，应该不会是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第二个才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到底这个U型线是不是具备所谓的法律的定位啊？因为在整个菲律宾的提出仲裁的时候，说U型线其实不存在的啊，它其实是并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益，而美国基本上也是支持菲律宾的立场。那在这一方面的两岸其实是有共同的，蔡英文他会选择说顺势不接受这个仲裁法庭，那满足美国跟日本的立场，这是一个可能。但这个东西呢，我就会马上就激起了两岸之间高度的一个紧张，这是北京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蔡英文现在所担心的是跟北京的关系，包括我们看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蔡英文现在一直是避免整个跟北京发生所有的冲突，当然有他的一个战略考量，他希望争取更多的战略的时间，也许对内能够把国民党彻底给他消灭掉以后，然后再单独去面对整个一个北京哈，还有一些整个现在来讲，他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挑起两岸之间的一个纠纷，所以我的看法是蔡英文会分两步走。当然这是一个大胆的预测，就第一步走呢，基本上他会暂时的在这个仲裁案出来以后，如果说对台湾不利的情况下，我觉得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做一些模糊的表示，而不会完完全全跟着仲裁去走。那我想他跟美国也会有一些相当的默契，但是他在同时的过程中，他会跟美国或日本有一些默契，也就是太平岛现在基本上还是属于台北的，然后呢，基本上U型线我们也不接受所谓的这个法院的仲裁判决。那在这个情况下呢，但是他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就是让太平岛跟美国之间容许他在某种程度的，比如说一个急难救助啊，一个台风的事情啊，让美国可以跟太平岛走得更为的接触。反正用各种冠冕堂皇，听起来都是很漂亮的理由。但是让美国在某种概念上可以跟太平岛的关系走得非常的近，也就是让它产生一个错误的错觉，就是台北可以跟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成为一种虚拟的一种结盟的关系。而这也正是蔡英文在520谈话里面最重要的一点，他认为他要加入美国跟日本的价值同盟。第二点就是说，我觉得蔡英文会选择什么时候再把南海的问题再挑出来，也就是明年大概六七月的时候，会在中共的十九大这个召开以前，这个时候呢，他如果在南海问题上可以揪出一些战略性的一些所谓的选择，因为仲裁都有判决已经是不利的情况下，我觉得那就会触动到北京一个最敏感的一个神经，而我会认为说这才是美日之间要下手的一个最好的时间。请大家不要把这一次的判决就作为一个所谓的推论，而可能要从两岸之间的一个博弈，跟美日之间的博弈。我刚刚分析说，如果他假如真正做出这个判决以后，那蔡英文会有的反应，我认为他会是阶段性的反应，不会一次的跟你摊牌。所以联合报的这个社论也认为说，日本人把这个三个榻榻米大的冲之鸟礁都要想方设法的扩建，试图把它变成岛，而蔡英文却把拥有森林有古井的太平岛当成一个烫手山芋啊，并且让人觉得有要拱手让人这样的味道出来，实在是让人太不可思议了。洪姐，你怎么看到蔡英文的这个态度？那么蔡英文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节骨眼，你到底要对外释放什么讯息？你这个讯息难道是说，哎呀，南海争议马上这个判决要出炉了，那么我们台湾呢干脆退居一边，我们不要去涉足到这个所有的军事争议，所以把这个海巡舰把它调回来嘛？所以这是大家对于蔡英文的不信任。
而这不信任也不单纯只是今天把这个在这么节骨眼把两艘海巡舰调回来，而是长期以来从蔡英文到民进党对于太平岛的主权它是岛是礁的争议，他们一直是跟马英九唱反调。蔡英文在此时是释放什么样的讯息？这种讯息是不是你对于太平就在整个南海争端这个判决要出炉之前你示弱了，或者你真的把它当成一个烫手山芋干脆不管算了眼不见为净？所以这才是使得为什么包含最近台湾的舆论或者台湾政坛对于蔡英文有这么大质疑的原因。那么从太平岛把两艘100吨级的巡逻舰撤回之后呢，我们看到在媒体的舆论压力下呢，昨天又说这个要派出了这个1000吨级的伪星舰，但是媒体也认为伪星舰不过是做这个3-5天的这种补缺的一个功能，并没有可以起到太多大的意义。张教授你怎么看蔡当局这个做法？我会认为说关键在于说蔡英文他只要透过不断的宣示说太平岛是主权是在我这边，那么他就拥有一个使用太平岛的权利。嗯，我觉得他所以我们大家不要一直其他版他就可以刻意的忽略掉了。对，所以说我觉得其实他最重要的核心他是一直要强调太平岛，民进党你看捍卫主权他绝对不会把太平岛放出去的，所以你国民党不要担心，而且太平岛他也坚决是个岛。好，下一步大家都觉得他对啊，都是属于他的、啊、那好，主权那对不起我有完全使用的权利。嗯，那换句话说至于跟谁使用跟谁一起合作使用，那当然就好比说你看前一段时间不是美国的军机到了台湾是因为什么原因就不起飞了吗？或者某种概念上强迫要降落了吗？其实很多的政治的动作可以来彰显利用太平岛这个东西来彰显台湾跟美国的我用这个一个虚拟的一个同盟关系。那换句话说这就是美国最需要的，比如说美国也可以说走到了太平岛的12海里过去，台湾没有话好讲，那顺便也跑到大陆的海岛旁边走12海里，对不起美国说我在进行我的航行自由啊，台湾都没有讲话你们讲什么话。会更重要他有一些急难救助或甚而至一些军演的时候飞机的一些迫降，飞机的迫降你能够说不同意吗？台湾同意大陆说不同意吗？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制造两岸之间台湾跟大陆的心理的一个盲点或者心理的一个纠纷。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关心南海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找到问题的焦点，正如同刚刚主持人讲大家现在都在谈南海判决，但是真正南海问题是哪一些可能大家还没有搞清楚。那我就很坦率再次跟大家讲，其实就是两个关键，对台湾来讲一个太平岛是岛还是礁，一个台湾守不守得住 U 型线，这两个东西就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就那么简单。是包括这个大陆其实也是在这个块，这个是不是我们传统水域这个 U 型线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啊。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马英九从这个上任的后期呢是非常关注这个太平岛的事情，但是呢中间呢他也有一些这个小动作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和反思的。也有新闻传出来说在这个明天所谓的这个南海仲裁案这个判决出来呢他也会发表一些讲话，那么怎么看他的这些动作？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到海峡新干线。这里是拍卖视频独家居民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叶庆林，欢迎您继续收看。所谓南海仲裁结果呢，将在12号公布，以实际行动向国际宣传太平岛是岛非礁的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将在14号发表对仲裁结果的看法。近来啊，有关马英九未来政治动向的话题呢，也在岛内持续的发酵。国民党前明代邱毅就说，马英九如果遭遇到民进党政治追杀、司法迫害，很有可能重出江湖，挑战明年党主席，进而再度问鼎2020的选举。所谓南海仲裁案结果即将出炉，台湾地区现任领导人马英九仍持续在南海议题上保持高度关切姿态。台湾媒体10号披露称，台湾国际法学会14号将举行南海仲裁案座谈会，马英九将出席做综合评析。一般预料，他除了重申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一贯态度外，也会向民进党当局喊话，要求延续他捍卫南海主权的相同立场。另据报道，近来有关未来马英九政治动向的话题也在岛内持续发酵。有消息称，马英九、吴敦义最近动作频频，与明年国民党主席选举甚至2020年选战有关。国民党籍民代邱毅对此表示，马英九若遭民进党政治追杀、司法迫害，很有可能重出江湖，挑战明年党主席，进而再问鼎2020。但最理想的状态是，吴敦义明年选党主席，再拱马选2020年打悲情牌。而马吴两人不论谁出来选党主席，洪秀柱都有可能让贤。围绕马英九的话题还有一桩，就是前马办副秘书长罗志强在台湾媒体发文说，他和一位名嘴朋友聚会，聊起岛内政论节目状况。这位名嘴说，最近收视率普遍下滑，尤其是亲绿媒体，
而这还不都是马英九的错？以前连马路上一只蚂蚁被踩死都说是马英九的错，现在马英九现任了，骂起来理不直气不壮，他们又不敢骂蔡英文，叫这些政论节目怎么活呀？而罗志强回答道，不用为他们担心啦，他们是天生的新闻制造机，没有可消费马英九的新闻就自己编啊。现在根据媒体报道说，这个在所谓南海仲裁案结果出来之后呢，马英九将会发表看法。怎么看马英九的这个动作？张教授，我刚刚讲说，其实马英九在最后的半年之内，他把所有的重点都把它放在所谓的太平岛是个岛还是礁，其实他一直没有把重点放在说为什么我们必须捍卫我们的 U 型线，而他不受所谓海洋法公约的管辖这个问题，马英九绝口不提。那我的看法说，美国其实两阶段的策略论，他希望让马英九呢让第一步，也就是马英九在任的时候绝口不提所谓南海U型线的问题，而只强调太平岛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那些所谓岛的主权，就是岛的只是讲一个一个的葡萄，不讲整串。对，这是民进党。然后民进党在等，然后美国在等民进党让第二步。第二步的话，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讲，仲裁案如果出来了以后，基本上如果仲裁案出来 U 型线是不存在的，那民进党政府正好顺势接受，用的理由就是国际仲裁法庭的一个判决，民进党是遵守国际法，那这个东西的让步。但是我刚刚也补充到了，民进党可能不会笨到这么快的时间里面就做让步，而后于在这个事情上再分几个阶段。所以我会希望说，马英九基本上他现在已经卸任了，但是他毕竟还是曾经做过这个领导人，所以我觉得他的记者会现在还可以亡羊补牢，但还可以补牢，我觉得他还是可以表达某种概念。但是我希望他如果说仲裁案的时候，他应该要不断的要强调 U 型线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他这个利益所在，而且我也希望他更能够从政治上、民族上来考量，就基本上两岸应该在共同捍卫整个中华民族的主权方面的时候，其实国民党跟北京之间是可以开始互相的沟通了解的。我们可以搞个国共两党，可以搞一个这个南海真相调查委员会啊，我们共同来捍卫整个南海的问题啊，共同交换一下意见，因为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的问题。马英九在捍卫太平岛这件事情上呢，两岸的民众其实很多给他很大的掌声，但是通过这个分析呢，我们只是给他一半，另外一半留待他这个后面再继续作答。因为他太平岛的这个论述，包括他的高调的动作，其实让台湾很多民众原来根本太平岛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至少让台湾民众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最近台湾很多的学者也提出，他说如果 U 型线都不存在的话，那太平岛不要去争议什么岛跟礁的问题，我们连太平岛的主权都有问题了。因为你若 U 型线在整个国际法庭认定是说这个 U 型线根本不存在，那可能这里面的所有的主权问题可能通都会出现。所以他迟到14号才开始发表演说，我相信他是要先看蔡英文怎么出招，他再怎么回应。那我觉得所以他的那个谈话是蛮重要的，但我刚刚也强调就是说国民党本身党中央也会对这件事情做回应。另外我们再来关注这个风灾过后的这个后续话题啊。台风尼伯特重创了台东，台南市长赖清德日前捐出一个月所得大约是20万元新台币来协助赈灾。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呢，就质疑他捐太少，说赖清德在今年6月捐2200万元新台币呢，协助日本熊本的这个赈灾。如果捐钱给台东人比捐给日本人少，还真的是很不要脸。尼伯特台风过后，台东满目疮痍，岛内各界捐款涌入。目前为止，我们大概是国民党团，大概整个立院党团大概捐5到60万。那我们希望中央也协助我们为赈灾。明代总动员，国民党团捐出60万元新台币，民进党团捐出50万。在县市长方面，台北市长柯文哲捐出私人捐款20万，高雄市长陈菊捐月薪20万，赖清德也捐月薪，但被蔡正元痛批捐给日本比较多。蔡正元在脸书上写着，赖清德捐2200万元新台币给日本人赞助熊本地震灾区，这次捐月薪仅20万给台东似乎有点少，如果捐给台东人的钱比捐给日本人的少，还真的很不要脸。不止捐款金额引发口水，台当局的勘灾也备受质疑。此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林权前往台东勘灾，只去了台东唯一一个绿营人士当乡长的卑南乡，引发乡民的众怒。10号，蔡英文终于亲自出马前往东部，连赶4站勘灾。只是为什么到台风第3天才下乡，还是引发多方质疑。我们没有水电工，我们没有铁工，我们铁门坏了没有人维修，我们水塔飞了没有人。了解，工程会的主委已经进驻台东县了。我们在这里设一个船。
对受灾民众的诉求，蔡英文频频点头说听到了。他也在脸书发文强调，岛孤人不孤，承诺协助台东重建。但台媒却发现文章带出的四张照片别有玄机，焦点都刻意不放在蔡英文身上。照片中的蔡英文要不脸部被头发遮住，要不就是模糊的。台媒称，蔡英文随行的摄影人员一定具有相当专业能力，发出这样的照片，其中的意涵耐人寻味。台东的灾情在发生几天之后呢，蔡英文自己终于去了。昨天蔡英文脸书呢发了一些图片啊，这个很多图片呢他自己都没有正脸，我们看到甚至他本人呢都是虚的，把画面的重点呢都放在这个灾民身上，比如说选了一个很老的这个老阿婆了，哭泣的这个家庭妇人呢，还有一些就是远远的看起来像是游客的这些人呢跟他打招呼欢呼啊，另外呢还有单张的这个军人的照片等等。那这个红梅姐，你是做这个文传会的这副主委的，你觉得他的选的这些照片包括他讲的这些话，你怎么看他们的这宣传策略？他昨天到台东去，他是早上才通知的，他是临时通知，而且呢是不让媒体随行，那所以他全部都用他的专属摄影师。那他所呈现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其实是在我们文宣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在这个所有救灾的时候，如果政治人物或政党你还以你自己为中心的话，你这个绝对就是一个不成功而且是一个失败的文宣。所以他把握住这个要点，也就是说他把所有的这个镜头的画面放在灾民，放在所有协助救难的工作者上面，然后让自己去隐退在旁边。所以你看他用侧脸背脸，但是呢又存在，都是他存在这个画面里头的。对对对，没有错，就是说他感觉蔡英文的存在，但是他的主角是灾民，还有刚刚讲说所有救灾的人员。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是一个救灾政治学，而这个政治学又是以文宣为主，这个文宣最主要的力气就是在他的脸书上面，包含他的文章，还有包含他的图片的画面。尽管这两天台湾媒体呢对台东灾情有了更多的关注，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报纸捐款这个统计出来的这个数额和媒体的标题还是有不少的落差的。这些政治人物加上社会各界，包括前面我们报道过郭台铭一个人就捐1000万新台币了，张惠妹200万新台币，这样都加起来才4500万的新台币。这和高雄、台南两个县市5月份的时候呢捐给日本熊本地震的钱是差不多的数量。台东人真的像媒体报道的，真像这个蔡英文说的，并不孤单吗？我的看蔡英文很多的表现，刚刚洪威讲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传播的一个政治学或者灾难的一个政治学，就是你会发现说有些人他的整个关怀，他那个光啊是属于那种冷光，他不像很多人他关怀一个人他是一个热的光啊，就说你可以感觉起来整个社会上对于台东的那个关怀缺少了一种很炙热那个感觉，也就是说真正缺少了这种同理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的，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是不是台湾太过于泛政治化了。那相对于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对于一个熊本的这个灾难的时候，其实民进党他整个就捐了大概2000万，可是民进党这次对台东才捐了50万，那个相差的大概有40倍。一个同样是台湾的，天天讲说是一家人的台东人，你只给他50万，对于一个日本这么遥远的天边，你给他2000万，请问一下你民进党的，你是日本人的民进党还是台湾人的民进党？ 你到底是怎么去思考一些问题？而且蔡英文在一开始之后，刚刚洪威讲的，在8号的时候，基本上你还对外讲说你是不去的，你不要去干扰所谓的灾民生活。那后来到了逼不得已，一出来他又去了，然后呢还做了很漂亮的事后的，这个典型的危机公关嘛。不是，有很多东西它太漂亮以后，你就发现说中间的很多技巧在里面了，就是太做作在里面。这个做作就变成说你其实用一种理性的角度去面对灾民的，所以你换句话说，当你用这么样一个琢磨的这个角度，这么精细的角度去做这个宣传的时候，其实正反映出你对这边的关怀是冷的，你可以是很理性的，它完全不是发自内心的那种感觉。所以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民进党他们的讲的真的讲的太多了，他们真正在面对真正是不是爱台湾，我真的持一个高度的一个怀疑。还是你刚刚讲说面对熊本可以比台东人多40倍，我真的要请民进党来解释一下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所以前两天台东有一位网友说，他其实说这个爱的对立面并不是仇恨，最可怕的对立面是冷漠。不管是蔡英文团队这样的一个做法，包括这个目前我们看的捐款数字，其实我想对于让台东人更加心寒的不是仇恨，是更多的是这种冷漠。好，谢谢两位的分析点评，我们把时间交还给负责点播室。
好的，谢谢听林。在下一节您将会看到，日本参议院选举，修宪势力获得参议院2/3以上议席，修宪进入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要达到修宪目的，还有几步要走。日本不少选民已经对安倍经济学失去了信心，为什么安倍阵营还能获胜？一旦日本突破了和平宪法的限制，会给东北亚乃至更大范围的国际局势投下哪些不稳定的因素？时事评论员吴学兰为您独家解读。这里是由盼盼食品独家剧名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我们接下来关注台当局人事异动。台湾司法机构今天中午发布新闻稿，指出负责人赖浩敏因个人生涯规划已经在今天向蔡英文提出了辞呈。副职负责人苏永清为了使蔡英文有更大的弹性用人空间，贯彻司法改革，也提出了书面辞呈。目前两个人都已经请辞获准。据了解，蔡英文办公室将提名谢文定接任司法机构负责人，林景芳接任副职负责人，而林景芳也成为台湾地区第一位女性司法机构副职负责人。我们再来关注台湾熊三导弹误射事件在台立法机构内持续延烧。明代关注两岸沟通机制停摆，到底陆委会是用哪一种方式向大陆通报的？几经逼问，陆委会负责人张小月才松口说，导弹误射当天中午过后是用传简讯的方式知会对岸，有一个默契还是保密，双方有一个默契。我想主委你不要用这种方式在这里糊弄大家，我们大概很不容易，不愿意，我很不愿意再讲你跳针跳针再跳针。陆委会主委被询，惹得民代发脾气，为的就是导弹误射危机发生后，陆委会究竟怎样通知大陆？7月1号有通报，7月1号用什么方式？也有通报。7月1号用什么方式通报？我们通报的方式，我们是送简讯。是几点钟送的简讯？也是跟海基会是同步的。都是午后的午后，这样子是不是？就是在7月1号中午以后。中午以后的以后了哈。两岸沟通机制停摆，再加上熊三导弹误射。陆委会坦承是用传简讯方式被动等对方接收，凸显两岸冷如冰的现况，而且通讯时间是在发射后几小时，状况慢半拍，可对船长家属该赔偿的不能拖拖拉拉。你们预计这个金额会有多大？我们可以保证的就是只要是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我们一定用最高的一个额度啊来跟家属。台防务部门低调不说赔偿数字，就在此时，台防务部门新战部队一名林姓心理辅导官疑似因为业务压力过大，在6月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当中，也引发关注。如果大家辅导别人，反正送到你医院里面去，最近是不是我们部队搞的是士气很低？是不是？所以认为这个是个别事件就对了。一定是个别事件。台军士气低迷，压力难排解，带头长官也被盯得满头包。台媒称，除了点头称是，还缺实际作为。今日关注环节，据新华社报道，日本参议院10号举行选举，最终开票结果11号揭晓。自民党、公民党、大阪维新会、真是日本之星党以及无党派人士构成的修宪势力获得了76个议席。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修宪势力已经获得超过2/3多数席位，这意味着安倍在国会跨过了修宪门槛。日本参议院目前共242席，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一半。此次参加选举的389名候选人争夺121个席位。最终开票结果显示，自民党获得55个议席，公民党获得14个议席，加上未改选议席，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共掌握145个议席，较改选前的135个议席大幅增加，超过参议院半数。修宪动议必须由日本国会两院超过2/3议员提出，安倍所在的自民党和联合执政的公民党已在众议院占有多数议席，加上这次获得参议院超过2/3多数席位，意味着安倍在国会跨过修宪门槛。此前自民党已拟定一份修宪草案。日本驹泽大学教授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说，参议院选举后，日本修宪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而安倍如果发起修宪动议，就可以在国会获得通过，进入下一步国民投票环节。日本共同社10号注意到，各国正在关注日本参议院选举结果对安倍政府运营及外交政策的影响。该报道说，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存在分歧的中韩两国势必对修宪提出反对。安倍也将本次选举成为对其经济政策的一次信任投票。根据出口民调，在这次选举中，安倍政权还收获另一个胜利，那就是自民党在参议院获得超过半数席位。鉴于此，安倍基本决定着眼于长期执政。10号安倍表示，将在选举后实行大胆的经济政策，强力推行安倍经济学。他计划在8月进行内阁改组和自民党人事调整。秋の国会のテーマはですね、我々しっかりと経済政策を進めていく、いわばデフレからの脱出スピードを加速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だろうと、それが求められている、選挙においてもそういう皆様の行為だったんだろうと思います、包括的で大胆な経済政策を進めていく補正予算の作成に当たっ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日本问题专家柯蒂斯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选民虽对安倍经济学失去信心，但又担心在经济不明朗下撤换首相只会雪上加霜。令执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是最大在野党民进党本身不受欢迎。东京一桥大学社会学部教授中北浩尔10号对法新社说，正如以往的选举一样，选民倾向于被动地认可安倍政府，原因是缺少选择。我们来连线吴雪兰女士。此次日本参议院选举之后呢，安倍所在的自民党公民党执政联盟掌握了超过半数的席位。此前其实日本不少的选民已经开始对安倍经济学失去了信心了，但是为什么这次安倍阵营还能够获胜呢？我认为这次执政联盟胜出呢，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就是这是一场没有选择的选举。你想想啊，就这么几个候选人摆在这儿，尤其眼下呢，日本最大的这个反对党民进党，他很不得人心。那么在选举投票的时候，大家掰扯掰扯一看，似乎还是执政联盟最好，所以呢就把这个票投给了安倍所在的这个执政党。再有就是啊，眼下国际上的一些事情呢，等于说是帮了安倍的忙。比方说英国脱欧，脱欧之后呢，日本的百姓就觉得如果国家乱了，哎，经济可能就更加糟糕了。所以呢，是不是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让这个政权更迭啊，民心思稳。还有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国际上也是恐怖事件频发，就让日本老百姓觉得能够让政局稳定是一件事。第三点，我们也不能排除啊，安倍其实在选举方面他是动了很多的心思。你比方说，他没有急于的表达出那非常强烈的一种修宪的这种野心，而是呢，通过一些比较温和的手法，比方说。他就跟你打这个经济牌，哎，跟你说我要改善民生，跟你说你看我上任的时候咱们这个失业率还是不错的，用一些很缓和的让百姓觉得，哎，安倍也有一些有利条件，或者说也取得了一定成绩，所以偷梁换柱让大家呢暂时忘记了他的那种野心，所以还是把票投给了他。总的来说是没有一个很强大的对手，最终让安倍又赢了。那么以自民党公民党为首的修宪势力获得参议院1/3以上议席，超过了修宪所需门槛，那安倍马上就会着手废除和平宪法第9条吗？要达到他的修宪目的还有几步要走呢？应该说呢，现在啊，安倍离修宪这个距离肯定是大大的缩短了。我们知道，在日本，首先你要修宪的话，你必须要提出动议，但下一步是什么呢？是全民的一个公投，就是老百姓愿不愿意为这个动议来提一个赞成票。眼下来看呢，其实日本不是所有的老百姓都支持修宪，护宪的力量还要更强一点。再有就是说，现在啊，尽管说1/3的议员是属于修宪的阵营，但这绝对不意味着他们每一个人都支持修改宪法，而是说他们的党纪规定啊，你要站在这个阵营里，你这次要投这个执政联盟的票，并不代表着未来他一定为修宪本身来投票。所以呢，未来啊，修宪可能有一些人是否同意还会打上一个问号。再有就是讲，其实安倍现在也很清楚，如果修宪，首先在亚洲，中国和韩国会强烈的反对，那么他会遇到很强大的一个国际上的阻力。再有就是日本国内的老百姓呢，也是民心思稳，他们看到现在日本最大
大的问题是经济不景气，是这个少子化和高龄化有很多的社会问题。那么他们也希望安倍把主要的精力是放在这一块，而不是不断的去这个穷兵黩武啊，是去这个拓展海外的这种军事的一些路径。所以呢，未来安倍能不能正式修宪，我们要打问号。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自民党从1955年开始执政以来呢，他就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要修改宪法。安倍执政几次也一直是要把日本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所谓正常国家就是要突破这个和平宪法的第九条。所以呢，安倍在修宪问题上一定会持续的努力，并且他会打着一些幌子，比如说先修改那些大家不太容易反对的，那比如我们在遇到所谓这个强大攻击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卫啊，比如说我们在处理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的自卫队能做什么，他会这样以一种比较低调的或者说比较潜在的方式慢慢的去修改他的这个和平宪法第九条。总之安倍的内心中修宪是他终生的一个政治目标。好的，谢谢吴女士的分析和点评。在下一节您将会看到，南苏丹县内乱，中国维和部队在执行难民营警戒任务时遭到袭击，已经有两人牺牲。广告之后为您带来详细。这里是由盼盼食品独家剧名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号。我们接下来进入热点快评环节。据环球网报道，日前南苏丹过渡政府总统基尔领导的政府卫队和第一副总统马沙尔领导的反对派卫队在总统府外发生了交火。事件发生后，该国首都朱巴民众纷纷前往联合国维和部队主营地避难，在朱巴执行任务的中国维和步兵营迅速进入战备状态。10号南苏丹政府军和反政府军继续在首都朱巴交战。当地时间18:39，中国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一辆装甲车在执行难民营警戒任务时，突然遭到一发炮弹袭击，造成中国维和人员两人牺牲。对此，中国国防部表示，对上述袭击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中国军队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据报道，本次冲突南苏丹内讧，双方均动用了坦克、火炮等重型武器。俄罗斯卫星网10号称，几天来的交火已经造成至少272人死亡，包括33名平民。有评论称，此次冲突令人忧心，这个刚刚摆脱内战2年的国家再次面临不稳定局面。2013年7月，总统基尔解除了副总统马沙尔职务。同年12月，首都朱巴就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总统府指责马沙尔图谋政变，引发基尔和马沙尔两派的长期争斗。后来经过妥协，双方平静了2年。就在近日，先后还有数名反对派安全高官在朱巴遭暗杀身亡，联合国、美国等驻当地工作人员也遭遇袭击，首都紧张氛围升级。另外，最近令人忧心的还有朝鲜半岛局势。据新华社报道，韩国准备部署萨德导弹之后，该国主要在野党纷纷表示反对，甚至要求就此进行公投。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10号发表声明，对青瓦台的独断专行表示非常遗憾。韩国正义党也发表声明表示，部署萨德必须经过国会批准，之前任何动作应该立即停止。韩国朝鲜日报称，庆尚北道七股地区10号到处挂满了反对萨德部署的标语，当地民间团体打算在一周之内征集本地区50,000居民的反对联名书，并送交青瓦台国会和国防部。另据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炮兵局当天发表重大警告称，将从萨德反导系统在半岛部署的位置和时间点被敲定的时刻起，朝鲜采取物理性措施予以应对。朝方称，朝军早已具备精准打击能力，只要上面下令，朝军可以随时发出报复性打击，将敌方烧成灰烬。有韩国媒体表示，萨德入韩最大的负面效果就是有可能将东北亚局势拖入新冷战格局。我们再来看一张照片。据新华网报道，一名西班牙斗牛士9号在西班牙斗牛时被牛角刺入了胸部，送往医院后死亡。西班牙媒体报道，这是1985年以来首次有斗牛士在斗牛场身亡，事发过程被电视直播，他的妻子也在看台上目睹了这一惨剧。另外，在当天，西班牙的奔牛活动也造成了人员伤亡。
在西班牙东南部村庄佩德雷格尔，一名28岁的西班牙人在参加奔牛活动的时候被牛角刺入了肺部和心脏身亡。西班牙许多地方在夏季都会举办和牛有关的活动，每年都有人在活动中身亡。其中斗牛的部分，专业斗牛士有10000多名，每年举办约 1.5 万场斗牛活动。在西班牙，斗牛活动尤其引发争议，这种野蛮的喋血游戏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反对。每年斗牛期间都会有人游行示威，谴责这种血淋淋的行为，因为这种活动不仅会造成人员伤亡，也是对牛非常残忍的。这次30年来首发的斗牛士死亡事件，也许会引发更加彻底的检讨。不锈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号。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感谢您的收看，祝您顺心如意，再会。